那我把它拿来皮是不可以，其实那些模板我拿来皮是鲜味，我觉得我需要，我需要控，我就快给你，你就快没事。还是要挑啦哈。对，要葡萄皮，它有白藜芦醇是植化素，非常多，非常丰富，就是可以抗癌的，所以一定要打，不是要一定要打，一定要打，像萝卜、红萝卜皮这些都一定要打。但是凤梨皮呢，因为它已经木质了，木质纤维，所以你吃下去对你肠胃根本不能消化，会伤胃的，所以绝对不能打。但是橘子我也没办法，橘子皮啊，橘子皮是陈皮嘛哈，它其实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要橘子剥皮就吃了就好了。但柳丁呢，我会把外皮挖掉。